天，张馨予成为军嫂的热度还没开始减去呢。昨天8月6日，超人气模特熊黛林为双胞胎女儿专门摆了百日宴，在影圈内好友跟网友齐来祝贺。明星生活一向引人注目，幸福三重奏里汪小菲和大 S 的私下生活同样有争议也有羡慕，大 S 就无需多说了吧。17年前的流星花园就早已让她进入70后演员时代的清纯女神行列，节目上能跟小 S 打打闹闹，荧幕上既能温柔又能强悍，到了生活上也能相夫教子，这是大 S 给我们留下的基本形象。可只有到了幸福三重奏，似乎大 S 让我们才见识到了她的真性情。不管夫妻间关系再怎么好，到了宝宝面前也不免有时候爸爸妈妈也要好好表现一番，争取争宠。这不，貌似汪小菲和大 S 就跟心里一直念着的小月儿开了视频，大 S 拿着手机还在跟女儿问候时，汪小菲就在一旁迫不及待喊着快看看爸爸。只见汪小菲不自觉就把手机从大 S 手上抢到了自己手里，可能表情上看大 S 当时应该还有点懵呢，但妈妈也不甘示弱呀，紧接着就从老公那里又拿回手上跟女儿聊天。当得知女儿在公园里玩耍后，汪小菲叮嘱再要小心一些时还加了一句跑快点，大 S 无征兆就挂断了视频。